哇哇，哎呀，电勺冒火了啊！你见过三块的炒菜吗？咱们今天来到山东大集上，吃一个农村露天的炒菜，咱们看看需要花多少钱。啊，这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饭店啊，炒菜，这是。你看看大爷后边那个锅啊，很有年代感，是不是都有点包浆了那个锅？哇塞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大爷，这个炒菜怎么卖的？普通的话就五块钱啊，有五块的，那给我来一个五块的炒菜，我看看啊。炒啥？咱看看五块炒菜里边是什么啊？咱们看个盲盒，属于也是啊。这都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您看着整就行了。哇，这边切豆腐皮儿。吃辣椒吗？吃。我没有不吃的，没有忌口的。怎么整都行。大爷，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64岁啊，64岁大爷，看看大爷这是拿的什么？哦，辣椒，红椒啊，整点红椒，老两口，大姨是包饺子是吧？哇哦，这么多啊！这是豆皮炒辣椒啊，不光这个不吃多的，就咸辣的话啊，咸辣的就少用哦，咸辣就是少放，没事，我不咸辣。大爷，您做了多少年了这个炒菜？30年了啊！我的天，这是老厨师啊，老手艺，老手艺人。哇，我这里边是烧的水，看。瞅瞅啊，锅里边烧的是煤，鼓风机这边，哇，哦，这边一开这个开关，把这个炒勺放上，啊，倒点水，炒一炒，刷刷锅，干净又卫生啊。对啊，刷刷锅，你看，咱看看大爷这是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厉害啊，这我能看一下吗，大爷？这个是猪板油，哎呀，这个很漂亮啊，很漂亮啊，挖一勺猪板油，看见没？放里边啊，这个很漂亮。现在拿着炒菜的少了啊，这个味道很好的，哎呀，猪板油。放点葱花，哇，看看火苗很棒啊！把那个辣椒放里边，哇塞，啊，你看大爷翻勺的这个姿势啊，非常帅，哇塞！哦，放点豆芽，好，好，这个就属于咱们的五块炒菜的盲盒，放点豆芽。哇哇，哎呀，电勺冒火了啊！哇塞，30多年老厨师，电勺电的非常不错。再放点豆腐皮，哎呀，5块钱这么大量，翻勺，哎呀，厉害啊！厉害，放点盐，放点盐，哦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翻勺翻的，这个是放的什么呀，大爷？老抽。哦，放点老抽。上上色，啊，这样色香味俱全了。哇塞，几分钟能炒这一锅？2-3分钟就行啊，倒点水，生命之源，加入生命之源。哇塞，这个是加点味精啊，味精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好了，这就出锅了，哇塞，鼓风机一关啊，咱们就可以出锅了，哇塞，大碗啊，贼拉拉大碗，呵，哎呀。
这是一份儿。哇，还要翻一下勺啊，太有感觉了啊！这么一大份儿，5块钱，看你们啊，塑料袋一套是谁也不爱，不对，不合这押韵了，塑料袋一袋是谁也不爱，嗯，好。我再下一份水饺啊，哇塞，这个也很接地气，很有年代感。大叔，你卖菜卖的这么便宜，也不挣钱呢，能挣钱了吗？哎，挣了，挣肉肉被打了。啊，一天能挣多少？那个小工钱。哎，小工钱。嗯，啊，挺不容易啊。要别人来带菜的话，能加工吗？能。啊，加工收多少钱？加工3块的5块。哦，3块的5块的加工。哦，收3块钱加工，炒菜3块。哦，这饺子啊，饺子熟的快，一会儿就熟。这边有没有早晨喝酒的？都喝的少了，现在都开车不就喝酒？啊啊，现在喝的少了。在您这最多的早晨有喝多少的？最多的一喝3碗。喝3碗，那得7两多酒。还多7两。哦，3碗，这哪种碗3碗？这种碗3碗。对对对。哦，这种碗3碗。这不得7八两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一碗就得7八两啊！得喝，得喝2斤，嗯。我的天，早酒啊，早晨就喝2斤，厉害了啊！现在喝的少了。对，现在喝少了。哦，这是我的饺子啊，出来了。大爷，这个白酒多少钱一碗？1块钱。1块啊？啊，1块。哎呀，这么便宜。啊，这是5块钱一份的炒菜啊，这么多啊，很实惠啊。嗯，味道还可以啊。接地气啊，这个饺子呢是肉的啊，然后10块钱一份，嗯，素的便宜啊，然后咱来个肉的吧，嗯，肉馅很多啊，叉烧肉，太实惠了，实实在在的，嗯，这个环境，露天饭店，有点赶集的人吃，要吃个5块的炒菜，你不管是在这边摆摊做生意、做小买卖呀、早晨呀，来吃点，都是挺实惠的。嗯。